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新的白嫖车蜜蜂车。最近的话，我这个跑跑手没怎么打，所以有点生锈啊。那这个车搭配的宠物最好是消防栓了啊，因为消防栓和这个车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技能联动啊。黄金氮气 65% 的概率转换成黄金磁铁啊，被自爆水炸弹命中 55% 的概率拿到水炸弹。那这个车水炸弹的话就是百分百转换成毒性水炸弹啊。看一下这里的话，咱们目前是处在第三名，放出毒蚊子，放出这个那个使用氮气啊。那这个车的话，它拿到黄金氮气的这个方式非常多啊。然后的话，为什么说一定要搭配这个消防栓？因为现在版本的话，这个你如果只是一个黄金氮气后追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有点不行的，一定要黄金磁铁啊。而且黄金磁铁还能提供防御，那这场比赛也可以充分的体现到啊。因为现在其实说白了，现在除了那个猫，还有那个骷髅啊，其他的车我感觉还有个暗器也能玩啊，其他的车基本上上不了台面，就你追不上，不是说你玩不了，就是你追不上，知道吧？就那这里的话，咱们我导弹特别想瞄第一名啊，但是的话呢，这个没有瞄好啊，打第二名。看一下目前的话，咱们使用氮气也给了我黄金磁铁，那使用氮气是高概率给你那个黄金氮气的，但咱们因为消防栓又给黄金磁铁啊，那消防栓转换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。这的话咱们准备来一个反打啊，撞墙了，复位调整一下车位。那看一下，那整场比赛咱们金磁吸一下啊，然后的话受到后面的猫是疯狂那个干扰我啊，然后直接两个是猫蚊子。那这里的话看一下，咱们又是吃到一个普通导弹，这里的话又拿到一个小蜜蜂，小蜜蜂放出去给了我一个黄金磁铁。那这场比赛如果说没有黄金磁铁的话，我就没了啊。咱们先刹车，先稍微等一下，然后这里黄金磁铁吸产生的那个护盾守住后面的猫蚊子啊，没有这个黄金枪非得干扰第一名啊，直接反杀。没有这几个黄金磁铁的话，我早就没了啊，第三名都跑不掉。因为现版本的话，你只要稍微被打下来就马上没了啊，全场第一啊。那这一把这个黄金磁铁其实不是特别多，下一把黄金磁铁才是很多啊。那小蜜蜂这个车搭配消防栓呢，整体的强度还是非常的弱啊，因为现版本的话你们玩不了的啊，你有骷髅多的话玩不了啊。那我们给大家看下一个视频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。那这一把拿到黄金磁铁还是比较多的，那这一把的话六个针两个人机了，骷髅的话只有一辆啊，还有赤兔，还有这个武士车啊。那整场比赛其实骷髅这个车跑的不是很好，他没跑出去啊，可能是后面的攻击比较凶了吧。那咱们开局的话看一下，这里的话只吃到一个磁铁，然后前面有个白云啊，咱们准备啊复位再穿一下啊。那这里的话开局拿到一个黄金磁铁，本场比赛咱们拿到黄金磁铁其实蛮多的，其实最后我还保留了一下，因为最后一圈我留道具了啊，我要是乱全部乱用乱放的话，我估计能拿到更多的黄金磁铁啊。但是你要保证自己拿到前三名是吧。这的话咱们毒性水炸弹命中啊，看一下飞碟干扰第一名，超级蚊子去打第一名啊。咱们目前有个毒性水炸弹，那这里扔毒水的话咱们先不扔啊，前面这里再扔，然后再放出小蜜蜂啊。小蜜蜂咱们直接放去看一下能不能命中，命中了给我黄金磁铁，这里复位，咱们准备再吃一个，用一个普通氮气使用给了我一个毒性水炸弹，咱放出去，然后金磁往前吸啊。那比赛是来到第二圈，第二圈是拿到黄金磁铁最多的一圈了，放出导弹，放出那个飞碟啊，咱们被大魔王命中，随即给我蚊子啊什么黄金氮气，这里的话复位调整一下车位，然后这里要秒放道具，然后又拿到一个黄金磁铁啊。那穿过云雾的话会随即给我们黄金氮气，然后那个蚊子啊什么之类的，这里的话又拿到一个毒蚊子，咱们复位再穿一下，又拿到两个黄金磁铁，我去。这黄哇，又个小蜜蜂，小蜜蜂咱们直接放去啊，命中了。那咱们其实有黄金磁铁在的话拉不开，这里的话有个失误啊，不小心把护盾给扔掉了啊，但是问题不大呢，前面有道具可以吃啊。咱们这里的话就吃到一个护盾啊，说明我这个护盾扔的非常的正确，是吧？超级蚊子命中，比赛来到最后一圈，咱们护盾这里还是扔掉，空出道具逃双吃，又拿到一个黄金磁铁。看一下这里的话，我就黄金磁铁不用了，我就留道具了啊。万一后面不给我转换的话，那我因为这场比赛我肯定是要偷的啊，因为我没什么防御嘛。那这里的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用掉。那这里的话穿过给了我小蜜蜂，小蜜蜂咱们直接毫无保留去打第一名，我这个人良心非常好啊，就得去打第一名啊。那这里的话咱们看一下，有普通磁铁，普通磁铁吸下给了我一个毒性水炸弹，咱们毒性水炸弹扔出去复位调整一下车位，又给我一个毒性水炸弹，穿过云雾又给我金磁，咱们两个金磁先直接准备吸第一个。然后吸过头了复位，然后看一下这里吃了一个蚊子去打他，然后金丝再往前吸啊，这个终点呢其实再往前挪十米我就第一名了啊，这个整场比赛已经操作非常的完美，就这个终点线太近了知道吧，这个终点线应该再往前挪十米啊，我就是第一了，全场第二加 MVP 啊，不是全场第二，应该是全场第一加 MVP 啊，
这把是因为这个终点的问题，终点线的问题，和我没有关系啊。那这个车的话其实不是很强了，很弱了其实啊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